康明斯 KTA19 喷油器，拆装工具。首先将喷油器保持器固定于台前上，加紧喷油器。首先将锁紧螺母松开。取下锁紧螺母，用线位螺套锁，专用工具松开线位螺套，锁紧螺母。这样上半部分就打开了，检查部件是否损坏，看弹簧是否断裂，用油嘴压帽专用工具打开油嘴，检查油嘴，这样一只喷油器就拆解完毕。检查完毕后，按相反的顺序组装即可。